身为 MC 玩家，我们要懂得互帮互助。觉得可乐说的对的小伙伴一起来点个赞，互帮互助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游戏体验。就像我曾经在裤子快要被苦力怕炸死的时候，用超快的手速把普通苦力怕改成了高压苦力怕，裤子直到现在还很感激我呢。是呀，主要还是想谢谢你，让我不用在医院里躺半个月，直接变成躺半年了。所以今天为了将 MC 这份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我们要把各种各样的 MC 玩家做成小爱心，让他们来帮助我们玩 MC。 怎么听着像人口买卖？这么夸多。首先是材料最简单的弓箭手爱心，这个爱心取自一位正在和小白激进对射的玩家，当我们的血量掉到这颗星以下之后，他们就会射出箭来保护我们。怎么样，裤子是不是很厉害？简直太厉害了，看得我也想去做一个了。啊，你傻吗？郑成都连只僵尸都打不死好吗？也就你在这边激动半天，小本你们说是吧？不是，我这不是在配合你吗？接着是苦力怕小爱心，这颗小爱心取自一个即将被苦力怕炸死，然后那只苦力怕立刻被他温柔善良的好朋友变成了高压苦力怕的倒霉蛋。等等，这个人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我去，那不是我吗？然后那个好朋友为了纪念他，特地做出了这颗苦力怕小爱心，让我们为他高尚的品德鼓掌。高尚个鬼呀，喂，你在听吗？接着让我们来试一下这颗小爱心的效果如何。哦，铁傀儡就决定是你啦。我为什么会被炸死呀？你是不是傻？爆炸的时候你只剩两颗星了，就算你全套钻石甲也被炸死了好吧。我不管，这是用裤子做出来的小爱心，所以一定是裤子的问题。回去我要跟布林姐告状。关我屁事啊喂。观众朋友们，现在我身上的爱心分别来自被冻在冰里的倒霉蛋玩家，被末影龙喷死的倒霉蛋玩家，被金苹果噎死的倒霉蛋玩家，以及被猎人烧死的倒霉蛋玩家。他们附加了这些玩家死前的怨念，非常强大且无敌。那知道这些小爱心还有什么其他共同点吗？都是倒霉玩家。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哎，被末影龙喷死的小爱心出发了，满地都是末影龙的浓痰，区区赌球还想伤到我。接下来我们就该去打末影龙了，给这位玩家报仇。冲呀，杀呀，末影龙受死吧。看我把你的水军全部拆掉，我拆我拆拆拆啊，没有关系，我还准备了落地式。除了以上这些其他稀奇古怪的小爱心还有很多，那么小伙伴们，你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小爱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